主席，各位同仁，本院许忠信等十二人临时提案，针对电价将三阶段来调整呢，并于6月10号即开始，但6月1日起呢，夏季的电价先行实施，等于一个月呢会涨两次，那么而电费呢，每次是两月超表一次，那么超表日期跟起账日期间存有差距，导致民众颇有疑虑，将会遭受台电以最高的电价来计费。为避免民众疑虑呢，原建请经济部督促台电呢，6月10号到超表日间的电费仍以旧电费计算呢，是否有当？提请公决。本院委员。